小等就要回家了，所以大家心情看拢袂歹，哈、哦！啊，怎有艰苦无？哎，过来，又过来，又过来！恁袂艰苦，我歪先。啊，袂艰苦，大家来在这读书，我跟你讲，会艰苦无？没有。还佫袂？是啊，硬脆皮。好看。啊，安尼。好啦，这个因为咱这个咱法律吼，法律物件是讲足多的。台湾人可怜可怜在倒，因为台湾本地地界就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600万、600万人口，啊，现在有2300万，但是2300万坦白讲，有差10%到15%是拢中国人。你知中华民国来统治咱台湾的时阵，因这中国人用什么款的方法？伊要来台湾统治的时阵，因担心。因为伫马关条约时阵啊，台湾这块土地是永久、永久割让给日本天皇。恁唔通千万唔通讲吼，干那挂予日本？伊挂予日本，到底是日本天皇、日本政府？条约就知影嘛，迄合约你有啊看，伊就是割让给日本天皇。台湾这块土地挂予日本天皇，啊，日本天皇摕这个摕土地啊。这是国际法里面有一个规定，就是说殖民地 colony 可以割让，那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。再讲一遍，殖民地一旦挂牛，在战争完了，战争失败的时候，那建设的国家他本来的土地，他自己本身的土地不能挂给你，但是他可以将他的殖民地啊来挂好你，背你就对了。所以咱台湾就是迄种的情形。你敢知影台湾伫清朝要挂好日本天皇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地图是甚么款？你敢知影？你捌看未？你捌看？啊，来，我互你看，来。迄张地图你也看麦。迄张地图看了吼，我相信你会对台湾搁较清楚。这张地图你捌看过几手？啊！你毋捌看过伊手？啊好，欸，这毋是我画哈，这是伫清朝迄个时阵呐，一个法国人呐，杜赫德啊，伊所画。迄当阵，迄这张图是放伫福建省，甲迄个台湾图的迄个叫做台湾图局的迄个一个部门。这张图是咱台湾啊，清朝要挂予人的时阵是这张图。哎，你有看这张图什么怪怪有啊？这干那啥牛啊？台语讲牛啊啦，就是迄、那个食迄个蚕呐、啊，有啊蚕哦，伫食迄个，嘿，海蚕宝宝，嘿，对吧？啊，你看吼、哦，奇怪呢，这张图干那画了唔对呢，正平奈无去，正平奈无去。啊，我知影。以前哦，几啊百年前的时阵哦，沉伫海底啦。恁相信的举手，唔相信的举手。哎，恁较巧，当然嘛袂当相信。这我后边讲的，那中国人要写，就讲沉伫海底啊，啊，落尾才浮出来。啊，中国咧走来台湾了才浮出来。我跟你讲，这张图，中华民国的教育局无爱让你知。是安怎？伊伫迄个时阵，台湾是啥物人统治？大清帝国，但伊毋是叫做统治啦，伊是叫做殖民地。啊，所以伊有一挂台湾人刷来遮，啊，刷来遮的时阵哦，过去交通无像即摆遮方便呢。过去的台湾啊，沼泽、瘴气很多，所以有真侪人伫台湾得到疟疾。还是怪病死去，所以古早的人，台湾人的寿命嘛真短，30-40岁就翘起来呢。无像即摆卫生较好，吼、哦，80-90岁，甚至嘛100几岁。清朝将这个土地啊，为福建来遮殖民的殖民的时阵啊，分作6个区。当伊建政建书起以后，
日本天皇也要求说，欸，啊，你建书，啊，你怎样啦？甲午战争，甲午战争1894年打败啦。迄当阵，伊做一个中国清朝有一个无敌舰队啊，啊，这个也做日本的舰队啊，甲消灭呢。迄阵日本毋是真强，但是日本，坦白讲，日本人非常的团结。啊，所以清朝的尊者叫打沉去以后，落尾大清帝国讲安尼无投降，这个国家会消灭去。所以伊派李鸿章的第二个后生叫做李经方出来签。李鸿章先签了，啊，再派因后生出来办交接。啊，办交接的时阵啊，就是台湾的第一任的总督。是怎要用总统，啊，过去如果说这是一个姓，那不要用姓长，没嘛，啊，中华民国来接收台湾的时候，那叫做台湾姓，不是呢，叫什么？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啊，那两个组织，一个叫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还一个叫做台湾警备总司令部，我以前就听到 警备总司令部，大家都怕到要死呢。这个单位是黑白来的，看到人要把你抓就抓，啊，要把你判死刑就判死刑，也免经过审判。其实台湾警备总司令部跟台湾行政长官公署，这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战败以后所设的单位。啊，这个单位是什么人叫他设的？是美国跟中华民国你要设这两个单位。所以他来台湾的时候，这两个单位就来台湾。其实这两个是完全按照战争法，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等于什么？等于台湾的中国军政府，台湾这个地区的中国军政府。啊，行政长官叫做啥？台湾的中国民政府。所以你如果看到这里，你就知道那很主席台湾民政府应该叫啥？台湾美国军事政府。但我如果跟你说台湾美国军事政府，你敢看有？你看无？台湾美国军事政府的下属就是台湾民政府，这是渐渐化的这个东西。所以中华民国来台湾的时候，确实让他没叫渐渐化了，但是呢，他叫这个渐渐化后来他改变，是怎么改变？因为两个原因，第一个就是开罗宣言，1943年12月13日有一个开罗宣言。开罗宣言是说什么？就是说美国、英国和中华民国开会决定说，如果这年以后台湾平和，要交还给你中华民国。咱之前有读过一句话叫做战争不得移转主权，有吗？占领不得移转主权。你刚刚看到这句话，你就知影讲台湾要交予中华民国是不可能的。但是台湾若是殖民地，可能。这有啥物例有？1898年美国跟西班牙战争，啊，西班牙战输。1899年巴黎条约，西班牙挂四个殖民地，和美国政府挂啥？波多黎各、关岛、古巴。跟菲律宾，因为用殖民地，所以挂殖民地挂好，本来仍然是殖民地，所以台湾是殖民地，所以台湾大清帝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天皇，殖民地，所以中华民国课本写的也丢一半，他跟你说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，没有错，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殖民地。但是日本人、日本天皇摕到这个殖民地以后，因为殖民地伊袂当去家己管，伊家己当派总督，那伊家己领土伊就爱用知事、嫡庶啦，啊、哦，你像东京都的知事石原慎太郎、嫡庶，啊，所以日本天皇伊感觉讲啊，这块土地既然是我的啊，伊就要将这块土地的所有大的人和这些人。
拢总来学日语，可以让来变做甲日本本土同款的日本人。因为台湾人拄啊开始袂晓讲日语啊，所以爱先做啥？皇民化，皇民化。什么叫皇民化？就是讲将台湾人改变成甲皇民同款。皇民啥？皇帝的管的人叫做皇民啊。北海道以前嘛是殖民地呢，北海道。后尾啊，日本天皇底下实施皇民化，甲北海道的人教啥？教日语，甲因教日语。啊，生活习惯甲教。啊，后尾啊，这个殖民地就变成啥？渐渐，就变作日本底下的殖民地甲实施宪法，啊，就变成啥？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那是万国公法规定的。所以你看吼，咱台湾的地位，过去无人知，过去跟人讲台湾要独立，但伊无注意讲前面的部分，头前的部分战争失败以后割让给日本天皇，仍然是殖民地。啊，你讲哎呀，这个、殖民地哪贴掉了，马上给他实施宪法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显然不可以。第一，你台湾人不要讲自己啊。所以当中有台湾人跟日本政府要求讲哦，哎，你为什么把我看成二等公民？所以日本人，日本一个学者就甲讲哦，哎，啊，我们效忠日本天皇两三千年了，啊，你们连日本话都不会讲，啊，你又没有办法来效忠日本人天皇，你我们怎么可以把你来当做日本的臣民？啊，所以呢，开始了，从1937年。在台湾这个土地啊，实施皇民化。当然，1937年的头前，1935年，日本已经将台湾建得不错。啊，不错以后，甚至于在台湾这个土地啊，实施上都是办一个博览会，万国博览会，也就不简单呢。万国博览会啊。你中华民国管台湾，捌办过万国博览会无？无咧。人日本伊办过万国博览会呢，伫台湾办的呢，迄阵全世界拢会来。啊，而且伊予台湾的教育，确确实实是一个变作一个礼仪之邦。中国文化对台湾的影响偌大？非常的大。伊用教育甲你讲。你台湾人是中国人，但是拄啊开始战败时阵，伊中国人入来台湾，将咱台湾当作啥？日本人，你日本人啊？你想看卖啊？你阿公阿妈、老爸老母是毋是日本人？你阿公阿妈是阿甲老爸老母是日本人的家属，啊你唔知个家属，啊你也唔知啊，啊唔是啊不是啥？你绝对不是中国人嘛？对，台湾人，台湾不是国家，是一个土地尔，一个地理名词尔。你也有国籍啊，咱无国籍啊。所以咱这边很主要，咱这个法理学院就是要主要要让各位知影讲，咱到底什么人，咱的后代什么人，咱后辈要安怎？过去唔知影就算，过去就叫国民党用强迫的228白色恐怖。哎、欸，唔惊死的举手，啊惊死的人举手，我嘛举手啊，我那大家嘛惊死，什么人讲唔惊？讲唔惊死拢假的啦，拢骗人的啦，含狗兄都想要偷生啊，对不对？你何必讲人呢？所以免勇敢啦，那有什么勇敢？是就是，唔是就唔是啦。因为中国人伫台湾台，所以拄啊开始的时阵。中国人将台湾人当作日本人，啊，其实嘛是日本人。所以蒋介石曾经跟麦克阿瑟讲，伊讲，你将台湾这600万拢甲载载走啦。这有啊，伊确实安尼讲啊，但是麦克阿瑟安尼讲，600万是偌济人，我那我都甲你载转去啦，无法度。但是苏联有做着呢，苏联的北方四岛啊，16000名，伊用船。拢总从遐北海道遐日本人啊，拢总改再登去日本的本土，伊那边来做，原因是在哪？
国际法律里面有一条，无人的时候就变成什么无人岛啊，无人岛的时候谁先发现谁先占领，就是他们的无人岛啦。啊，中华民国想要学啊，好加在咱现在600万人，你载不走嘞，啊，所以他就无法度嘞。啊，无法度的时阵，伊来台湾一日看台湾，啊，好想来遮好呀。台湾迄当阵，因为日本到最后要建树的时阵啊，迄船拢无咧通啊，吼、哦，偌尼啊济米，偌尼啊济糖，伊来看到捡到啊，遐米遐糖拢载到中国。唔通讲大陆啦，爱讲中国啦。先我讲唔通讲大陆，你若讲大陆，就表示啥？咱袂出介伊斗阵的。中国大陆嘛袂使讲，中国就是中国，因为咱的后代搞不清楚啊。咱袂当让咱的后代搞不清楚呢。咱的后代若搞不清楚啊，咱台湾人永世永永永远远世世代代拢做奴隶。你讲奇怪，我哪做奴隶？即卖奴隶，毋是讲咱看电影讲，迄个也做主人后壁加一个皮鞭啊，甲你甩，迄叫做奴隶。No， 你可以讲出想要我们在当奴隶吗？对是点你讲你做奴隶？有你有做过兵吗？有做兵也就，哎呦，查某拢袂记哩，查某的哥哥、弟弟、姐姐、妹妹有伫做哎。哥哥妹妹、弟弟有在做兵的吗？也是有啊。我问你，我们为什么要当兵？保卫国家，是不是保卫国家？是不是？你要保卫哪一个国家？你保卫中华民国。我有讲过哦，在世界战争结束的时候，台湾是谁给你轰炸？美军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啊，有日本的吗？无，你莫讲回答，人无了，有人会甲你举手，你哪呢？我甲你讲，我坐计程车，前几年啊，坐计程车的时阵啊，伫台中啊，啊，甲伫有只伫基隆，我问迄计程车司机，哦，迄计程车司机，因为我以前嘛，常有伫电视顶管嘛吼，啊，八卦，伊知我姓林，哦，林姐，好啊，赞啊，你讲真正赞啊，我唔甘嫌啦。讲伊偌爱台湾的呢？我有影哦。哎，我甲伊签，我讲我签问你一个问题。第二世界大战台湾唔知有参加无？你想想想几波呢？哎，我问讲伊，第二世界大战台湾有参加无？啊，你卖讲，我不叫你举手啊。你有啊？即摆阿爸人都唔敢举。有啊。阿爸佫甲问。啊，台湾建言啊，建树，干么样？干么样？建言的牙手，建树的牙手，嘿，我多骗恁的吼。啊，我来咪问讲吼，好，建树为什么建树？啥那建树？啊，建言啊，啊，这我终于我讲建树，讲变建言啊，啥那建言？人迄司机甲我讲诶，司机讲啥？伊讲哦，八年抗战你唔知哦。哦，哦，你卖笑，八年抗，我拢无甲讲讲八年抗战，嗯。啊，上海轰炸台湾，啊，即简单啊，日本啊，日本轰炸台湾啊，欸，你感觉好笑对不对？但你坐伫车内底时阵哦，你哭袂出来呢。日本轰炸台湾。啊，所以我问讲，欸，你的老爸老母还是阿公阿嬷倒的人？你这么想想，欸，哟，日本人呢？迄当阵伊才开始转过来。我讲啊，日本人，那日本来炸你日本人？哎呦，唔对呢，我美国啦，对不对？啊，眼光照疏开啊。啊好，日本人伫迄个时阵。是让美国的轰炸机美帝到来给你轰炸，是不是？所以那当时看到美国啊，那是我们的什么敌人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是不是敌人？敌人的牙手，美国是台湾的敌人的牙手啊，你没牙手是不知道，搞不清楚
好，美国是咱台湾人的敌人。迄个时阵呐，我讲迄个时阵呐，即摆毋是，即摆是咱家国啦吼。迄时阵是敌人呐吼。喂，这拢张相片嘛吼，来，中华民国甲美国是同盟国对不对？是不是嘛？这敢有疑问？无嘛吼，还好。迄个时阵，美国人是咱台湾人的敌人，所以中华民国是台湾人的敌人嘛？啊，你拢知影呢？啊，请问你来去做兵，你帮敌人做兵，替敌人做兵，逻辑上，刚才讲逻辑，逻辑上这样合不合？绝对不合啊！啊，伊讲，啊，你来去做兵，啊，无做兵也敢掠伊关呢？无唔对啊，伊该掠伊关啊。所以，这个做兵都已经不合理。所以，咱2006年十月二十去告美国以后，咱告美国讲，我台湾人不应该在台湾当中华民国的兵役，你一定要阻止。你若无阻止，我就告你奥巴马。所以呢，差不多8-9个月前。中华民国国防部宣布讲，现在兵员不够了，我们要恢复征兵了。甲李万年安尼讲，啊，李万年嘛一挂推阿兵嘛讲，有影都丢。我伫遮咧上课，我甲讲，8-9个月前我讲，哪阵你叫台湾人过去做兵，过登岗，我就去告奥巴马。哎，有效呢，有效呢。我一个讲了无一礼拜吼，马英九就出来讲话呢。用我们绝对不会恢复征兵。啊，即帮伟人讲，啊，马英九现在对我们很好呢，吼，不要征兵呢。你拢唔知影讲咱台湾民众徛伫后边呢。啊，无你中华民国你征兵看看，因为欠兵啊，欠到要害嘛。啊，你征兵我看卖啊。所以有真滴台湾人伫外口，即个台湾人推阿兵呢，搞不清楚啊。咱真正实在是替咱台湾人做足侪，毋是咱啦，就咱所有的台湾民众这人，咱替台湾人做足侪工课，你知毋知？但你有个人搞不清楚啊。好，做兵是奴隶的行为，啊，搁啥物代志是奴隶？对，税金，缴税金，无毋对。咱是安怎爱缴税金？缴税金交你中华民国，啊，看到鬼，你来甲我占领，啊，不过缴税金吼，暗是这毋是奴隶，无是虾米物件，啊，所以有个人就计较呢。哦，秘书长讲免缴税金，我明仔开始拒绝缴税金，抓伊关，我甲你讲，伊要缴税金是干那可以，一旦甲你征当地的 local。local 的建设费用而已，其他通通不准。阿克鲁，你知影咱读册，国民小学、初中，伊讲义务教育对不对？怎样加去义务教育？很注意中华民国小学跟迄个啊，做国中是义务教育，知道的是请举手。你拢知道？你拢读退册嘛？啊，义务教育，什么叫义务？就免钱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请问你，哎，等下，慢，小学甲国中，好有甲你收钱的举手，拢总举手，你嘛？啊，这叫咱义务，这咱义务，义务伫倒，义务伫好听尔尔啦。小学甲国中的迄个教育免交钱，伊即马甲你讲，拢总伫收钱，你怎收收的？伊遐中国人伊阁退钱予伊。我读小学、初中的时候，我会记得，我们普通是交交钱以后啊，了后校长、迄个学校的老师会甲你传播讲哦，你们家里有谁当公务人员的，拿那个证明，我们政府会退税给你，有无？有无？有退税无？有会举手？啊，你有的拢唔知啊？哦，你知嘛吼？啊，你无退啊？对，你无退个，你就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啊，你努力嘛，啊，伊迄个退，你免怀疑，努力过去拍手，
我还用台湾人真正是做奴隶做唔知去的，我无你骗。啊，你这个公务人员吼，伊即马其实公务员迄当阵来讲吼，大部分拢是啥，拢中国人。伊为着要互遐中国、互台湾人戆人哦，你知影讲吼，我有滴可以退，哎做读册是免钱的义务的，哎即马只收去，私下则搁退互遐公务人员，啊公务人员是中国人啊。也有很多意义的，你看中国人，你看像像那中国人，逐摆你登票的时阵哦，怕死袂得。啊，是安那呢？真简单嘛，伊就甲伊讲啊，你不爱登号，我国民党，我甲伊讲哦，所有利益拢无去。所以有的民进党台湾人哦，伊想讲要选票嘛，对哇吼？去迄个地区哦，我是足不用迄个低压库啦吼。就是伫迄中国人的迄个窟内底吼，伊讲吼，迄水沟啊，二三十年无人去迁过。伊讲吼，为着要表现吼，要选票吼，三腾腾的落去家己去落去甲卡，选举了摕到几票，一票。迄票是哪？因为伊也毋是对毋对，伊办公室请一个人，就是因的后代啊，敢若迄个人当好伊尔。所以你要叫伊，你要甲伊选初选票，免投，绝对无票。安说够叫够公平。中华民国伫台湾想足济有康无顺的，三七五减租啦，工地放粮啦，你捌听过无？三七五减租，什么叫三七五减租？哦，来，你想好个，你的土地哦，爱甲你征收。三七五的部分啊，三七五的部分啊，和农民，还是工地放粮，你土地伤济，来土地地主的土地拢交来，啊，伊分迄个啥股票互你，有啊，台湾水泥嘛，农林啊，可以，敢真正安尼做？国民党因迄当中国人伫咱做是将所有的土地拢没收来。先靠30%较肥的留下来，70%才给你申请哦，才工地放粮。所以不知道今天到今天中华民国是全世界上最有钱的政党，那土地从那来啊，人日本人的国产农村变成的东产。什么叫国产？这个国家的像农林啊，那土地啊，那是应该是国产嘛，国家的财产嘛。一来了，用占领军拢给占起来。所以，伊中国人来台湾的时候啊，伊知影咱是占百家。所以，伊第一点，伊先将恁台湾人拢看作中国人，看作日本人，用日本人给你对待。所以，先了二十八发生，因为二十八发生是因为台湾人无爱受伊的指挥啊。现今话有一句话呢，占领者的意志，占领者的意志等于命令。这句话嘛真要紧呢。你这个所在，我给你占领，你不爱听我的，你示威，我会当给你抬。为啥来啊？所以二十八是枉死啊！除了有土地，伊还佫使出一个绝招。1949年6月15日开始印新台票，啊，甲你讲一块的新台票，甲你换偌济40,000元的旧台票，一块换40,000呢，一块换40,000比换美金较厉害呢。啊，你台湾有法度无？无法度啊，因为二二八白色恐怖先开台，台甲你唔敢讲话啊。那照记录来讲啊，一团太多人。1947年2月8日发生，经过15年，1962年，迄当时有省议会议员提出质询，讲啊，请问咧，啊你去年户口普查啊到底死偌济人？
伊讲死偌济人，我唔知影。但是户口普查的时阵，有户口无人的有126,000人，126,000呢。迄阵台湾人口偌济？6万。6万人死126,000，喂，啊600万，对不起，我讲唔对，600万人死126,000呢？差不多每一个家庭内底。因为一个家庭平均四个人来讲嘛，你也想看卖啊？迄款的台啊，是不是让你台湾人已经惊到唔知要安怎讲？啊，别先恐怖的时，都讲什么人甲你检举你是共产党，啊，就爱掠去啊，啊，就清采啦。你若是你看咱有一个港珠蔡财员，伊关15年呢，本来是判无期的呢，20几岁啊。在军校，伊人伊嘛足戆，我讲你有够戆呢。伊讲我读军校，我来去做兵，啊，我到军队，我就甲兵，免兵，啊，你读着来军。啊，佣兵，你看卖吼，你台湾人，坦白讲，咱到今日为止啊，咱遐外口遐戆腿的台湾人啊，敢若还佫你想讲吼，独立、革命，你哪会想嘛头剁互你做伊阿姐？是怎讲？李登辉做13年的总统，对不对？陈水扁8年，大概几年？21年，21年，拢总是你台湾人在执政，啊，台湾地位有改变无？一点都没有。所以你今晚，让你国会动算啦，让你蔡英文啊，什么人啊，苏贞昌，让你动算啦，会改变无？你那种知影未嘛？但你看，大家拢在笑要选举啊。因为选举，现准是伫中华民国制度的选举，是全世界上爱垃圾鬼、上爱有钱好赚的。是安那讲？我甲美国讲哦，美国上来嘛歹神啊！因为你中华民国的选举竟然当一票，我都爱阁给你30块，好选也当摕30块呢。知影这个代志举手。好，你有看？啊！恁防止啊！你家己拢唔知影啊！当中立法委员的时阵，伊的政党，他的政党会当摕50块，4年摕偌济？200块。所以咱去登一票，爱了偌济？230块。你有看无？230块。我所讲的都可以经得起检验，我所讲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事实。所以我跟美国讲啊，台湾哪里有公平选举？所以竟然有人会讲台湾已经是民主选举啊，已经开始选总统啊，所以台湾是逐渐演变为主权独立的国家。这句话你们看哦，把它捕捉下来。刚才秘书讲，我今日骑一只卡踏车，明仔自然演变为面子。同款啊，同款啊！我今日住伫一个破厝内底，明天变成地堡。我大无？你看，我大无？绝对无法大，绝对无法大。但是无法度的内底，咱要搁你选举，咱要搁你讲，有什么意义？你甲我讲，你有法度选赢伊无？即摆气势真好对吧？即摆民进党的气势有够好，你敢无看吗？但是到年底啊，选落去，我甲你保证，国民党大部分拢拢掉。这是吼，这款戏哦，当年都伫演变，都伫变啦。每4年就演一次啦，拄啊开始的人拢讲哦，民进党哦，哇，气势偌好啦，迄偌赞哦，稳调的啦。但真正选了个底，拢拖拖拖。你别感觉讲，我们台湾人每几年、每一年，都是在一种谎言、无奈的情形。度过吗？免得改，
怎么改善？你讲啊，这我都无多啊，啊，什么人做嘛拢同款，歹势，什么人做拢无同款。你是咱已经讲了，台湾民政府执政，贪污枪毙，就顾为娘。台湾民政府执政，没有监狱。哦，真赞的，无监狱呢，安尼大家都要犯罪啊！你犯罪去看卖啊！咱无监狱，咱要改啥？鞭刑。什么叫鞭刑？你知无？啊，新加坡、阿拉伯。我来，我相片给你看，迄鞭刑。给你看什么叫鞭刑呢？哇，你想看卖啦吼？这鞭刑你看，哎，鞭刑是安尼呢？唔是讲你穿裤诶，衫拢甲伊扒扒掉。你要怎样讲咧？变什么形无？来甲讲咧，哎，安尼有无？安尼，我讲，那逛街吼，拢五个啦，未当超过五，超过五个会死诶。啊，所以讲咧伊阿样啦。我唔是休困啊，你无多平躺啊。你爱趴着睡啊！啊，一个月以后就差不多好啊，无要紧。一个月以后过来，过五个，你搁犯罪我看卖啊！你搁犯罪嘛？你每一个人若有职业，啊无犯罪，你想，甲你抓去关是要创啥？要抓你来关，我都要饲一堆的警察。啊，甲你抓来关的时候，我都去起厝给你住。啊，想热，你讲想热，我就该倒冷气。啊，你要洗身躯，我就该行烧水，会敢那释放阿公嘛无安尼。所以，对啊，爱煮饭房食。所以，咱何必着安尼？咱讲，伊讲人权，啊，你受害者敢无人权了？对不对？什么人讲死刑是违反人权？真简单，你会当个饲，你会当个带回领导住，卖死刑嘛。啊，要带偌久？带一世人？你家己讲，死刑是违反人权嘛？对不对？啊，违反人权，啊，何里饲啊？我政府来就给你饲，要创啥？啊，你等于饲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这个人，你来困伫关伫领导的上面出来，袂当甲他叮当哦，袂当可以出来哦。啊，若出来，我管掠你去枪毙哦。你看，有人要搁战争，不要死刑的无？那边也就不赞成死刑的，啊，赞成我讲的方法，请你举手。鞭刑赞成的举手，好，通过，按照您的意思。咱政府爱给你帮忙，讲你爱每件拢要有职业。政府若讲你，予你无职业的时阵，政府也甲你替你找头路。台湾的农产品，你无看到农民的辛苦呢？正经的正规包提起溪底甲倒掉啊！你捌看到这个新闻无？那是足讨债呢。安那就安呢？为什么？日本人，日本伊的迄个稻米。一年生产一季，台湾因为天气真好，南部会当生产三季。生产三季的农民无饭好食，都爱借钱。啊，甲上借钱，甲农会借钱。啊，农会借几年啊？以后迄土地全予农会收去。即马全台湾的所有农会拢足好个，因为伊土地拢足多。我讲个感觉，政策有问题嘛？敢毋是？所以，那要讲起来，有当想到这吼，我有当要拍你，我坐在电脑听，目屎连落来。啊，台湾哪样呢？所以，我伫研究这個台湾地，我就一直讲吼，我一定要改变它。啊，要改变它，我看一个人尔呢，我摕武器去阿枪，啊，免偌久就一定翘起来。但是有一个物件比武器好。几千倍、几万倍，什么物件？法律、法律。我甲美国讲，法律是你定的，你要执行。
你如果不执行，我就再告你。所以奥巴马到今天为止，两次叫他小弟来咱台湾跟我碰面。在要选举的时阵啊，这个人要选举的时阵，来跟我讲啥呢？Roger， 我叫 Roger 啦，不要再告了啦，我哥哥在选举呢。我说好啊，我不告可以啊，啊，法院判决你来执行啊，有啦有啦，一定会执行啦，不能是别过个过啊，那么讲讲就算了。因为第一就是咱家己本身的训练的四千名还未够额啦，那四千名，谁来四千，那不爱三千，因为当年单期1945年带一千名的中国人来咱台湾接政权，啊，即摆有偌济人？2300万嘛，偌济人才四倍。现主席台湾的公务人员有偌济？20万。所以咱这四千名，真正台湾民众给你当作老蚵仔、老汉子来给你哄抬，无够地啦。你讲对不对？老蚵仔一人能配一间厝，啊，咱老汉子嘛配一间厝，敢袂使？会不？会举手？好啊，通过，通过，通过。那恁好诶，拢家己拢通过，恁自肥呢？哎，不算贪污，因为你是革命先行者，我无叫你做革命先烈哦。你若革命先烈员啊，翘起啊！你做革命先行者，甲对啊，各革命先烈啊，你的革命要创啥？唔通啊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就是你革命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是不爱用革命这人，因为讲革命大家会怕的。我当时是革命，你是叫做革命先行者。当然你要受到国际班才有尊崇，有啦，这样出去班，我跟他出去班也可以啦，做村长啦，还是林长啦，这样好不好？来读一遍革命先行者好不好？革命先行者，再一摆，革命先行者，手不用举啦。革命先行者，这就是咱研究法律，要让咱台湾人照这条路来走。而且我们这个政权一定要无缝接轨。什么叫无缝接轨？就是不会有流血事件。所以我常在说，咱台湾民进的人，你不要去向中华民国的公务人员挑衅。咱一寡少年的，我看看这边哦，少年真济，少年哦真嗨啦，啊啦欢喜啊，哇！秘书长讲马上接政呢，较紧呢，来操背者，有当去分单，伫警察的面前演讲讲，你们马上要离开啦，你还不离开？警察若拄着菜鸟啊吼，会甲你抢呢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甲你讲，不要，唔免牺牲你啦。你只要按照咱台湾民政府的指示去做就对啊。你只要伫你边周围一寡头脑较好啊，真正要替台湾做代志的人，甲鼓励讲。加入台湾民政府来接受法理训练，那就好啊。这工会无简单吗？有够简单的啦。但你不能讲这简单的，外口这台湾人啊，是推到未白上，你要相信吗？你讲那有可能？你甲讲你是台湾人对不对？伊讲是啊，你证明我看。我上课安怎讲？你就用我的话来甲讲就好啊。他没有办法证明讲。他是台湾人，他拿出来的证件都是中华民国。你的身份证，中华民国的身份证，都有让做记号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了，举手。做什么记号？对啦，你怎么都知道？我老师有说啊，我本来我都每次都我在说，都叫我说去了。没不对啊，我相信你若无来听，阿未上课以前，你唔知啦，对不对？
根本呢，咱去用防坐牢呢，搁去用登一个标志，讲我是奴隶，免缴税，免做兵，还够足济呢。中华民国你买武器，有人讲，你美国一定要卖武器给中华民国保卫台湾，迄种推下面呢。啊好，中华民国今晚袂当做兵啊，啊台湾免啊。放空城计吗？我敢那孔明安尼放空城计，给中国几百吗？会不？绝对袂。是安怎？美国，你是按照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第23条，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，你要来台湾当兵，你要来台湾做兵啊？这旧金山和平条约写个足清楚的呀、啊，你也买什么物？所以美国嘛足干巧的呢，伊嘛听阿伯人个讲啊。台湾关系法来的，无讲叫中华民国买武器，无叫台湾当局买武器，伊用迄字英语叫啥 ？Make available。Make available 的意思等于什么 ？Sell，sell 就是卖啦。啊，你这 sell 是安那 sell？ Make available 就是讲哦，美国，即中华民国还是讲台湾，你开一个菜单，美国给你看菜单，啊，你家己拣。我买来这個，我买来那，而且你若买来较好的，美国讲没有那个东西，还是讲已经卖完了，假啦，什么卖完？因为大概人卖好你中华民国，你假两个中国就有啊。所以我老早上课嘛有滴讲，无可能，绝对无可能，中华民国继续搁买着好的武器，因为美国甲我讲。咱台湾这个所在有一个真好的潜水艇的基地，你敢知啊？潜水艇啊，加山，加山是飞机啊。你敢知啊？知啊，也去。我跟你讲一个秘密，对对，伫花莲的下家。花莲啊，花莲吼、哦，安尼来落去，我凹进去。那地是真好真好潜水艇的基地，这你绝对看不到的，但我可以跟你说，像亲像我在这里上课说啊，日本的潜水艇一年就退伍退伍，潜水艇做一年就退伍呢，要做一架潜水艇要几十年呢，啊做一年就退伍，你想日本人做好还是做工的？不是待命啦，伊吼，伊即马唱潜水艇唱几啊百家的咧，所以伊日本的自卫队的海军讲啥？你中国人敢打台湾？有24小时还是48小时咧？我将你浮在水面上的船只全部击沉，啊，有记票啊？对，你这个拍手是对的，鼓励别人去死。啊，对，咱的母国鼓励兄弟要死，哎嘛对啦吼，咱台湾受太侪苦啊嘛，对不对？万一少受诶，但是我也刚刚讲一讲啊，我希望咱改，你今天回去以后，每天要到台湾民政府官网来看，你唔能去台湾民政府，台湾民政府足多哦，即马中国人啊，要求甲你创几下台湾民政府，啊，来你拢你骂人。不管什么牌嘛，都创一个台湾民政府啦。啊，即马嘛，足侪人咧办身份证啦。咱拄啊开始咧办身份证的时阵啊，哦，遐人甲咱笑个，那个身份证没有用呢。啊，甚至因老爸吼，那遮侪人去申请，即马换一份身份证100块，不过100块用影印的，啊，即马换300块。哦，你300块，你就摕去美国看会用个。大家看这种压抑的说，你起下呀，这是你营运的东西嘛，所以我们来知道法律这个东西很深，你一定要去看新台湾论，我鼓励各位，我们后礼拜是国际班，国际班上刷你就有资格可以参加军事的考试，
咱郡守还有75个名额来考看看，不错啦，你如果现在考掉，咱职前应该很快啦，做郡守做县长也不错，但是我去跟你说不能贪污，那贪污绝对死刑，没有奖惩的余地。啊，我这样跟你说，那贪污也不错，你没必要贪污，后次社会福利绝对非常的好，不用你贪污啊，你钱也不能带去观察嘛，敢不是？我都带去观察的手，敢有？没嘛吼，啊，你不能提起，啊，你要怎样？啊，你那么多钱要创啥？无效嘛，我要留子孙，无效啦，是教坏你的子孙而已，对不对？看足济嘛，财产愈济，子孙愈不好。以及我跟你讲的这句话，今天我上课上到这，多谢各位。各位同心下课休困十分钟，各位同心下课休息10分钟，谢谢。